来到桃园吃南平鹅肉，是要给大家看断面秀。能够红超过20年以上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今天来桃园看戏，看姚坤君的戏，就有精彩。Hello， 要赶快去抢位置。就最后一桌啊。南平鹅肉，看到了我最爱的粉干哦。有听到剁鹅肉的声音吗？对啊，你就这样剁。那你要剁真的剁啊！你进来怎么那么可爱？还配合我？这个鹅肉一看就知道好吃。你看那个，它这个是用砍刀哎，这不是文武刀哎，它用砍刀来去骨。这刀不重吗？嗯，会啊。怎么会？我以为是文武刀，结果你们用的是砍刀来剥骨，哎，很重哎。肯定啊。嗯。台湾小吃的厉害之处就是在这里。好有趣。剥得干干净净。看有多嫩，你看他这样做你就知道了。老板娘，不好意思啊。好经常你都没有问我要吃米粉还是要吃面还是要吃那个，你怎么都没有问我、这个、我都没点了。那你点了什么？因为我们菜点了很多。所以就是不是我现在有闻到，我空气中有闻到，比如说米粉跟那个油面的那个香味。不急我点了一个他卖的最好的便当嘛。就是他们的鹅肝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就是我要吃的粉肝。我刚刚有讲鹅肝跟粉肝两个差在哪里，一个是猪的肝，一个是鹅的肝啊。我们今天胆固醇大爆表哦。他的熏腿最有水准了，就是要吃，每一次都是卖光光，就要吃，一定要吃最好的啦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是是。过来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便当哦，这是便当。好，我们居然点了一个便当，讲起来是便当哦。因为这个是卖的最好最好的一个，就是一个人我来我就这样吃。好，来来，哎，过来啊，过来啊。米血，对，它的鸭血，哦，鸭血啊，这个呢？鹅血啦，鹅血糕，这是什么？鹅鸭汤，很大哦，鹅鸭汤哦。这个便当可以看到有鹅肉切片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筷子是干净的哦。然后这个是给你开胃的小菜，固定的，就是炒的很好的豆干小鱼，对对对，豆干小鱼。然后还有一个茄子，对，对不对？下饭型的，哎，它的肉还蛮多的哦。是便当啊，南平鹅肉的便当哦，是这样子哦，看起来就好可口哦，哈哈好正点哦，把你开，鹅油拌的，慢慢，嗯，你们俩好好玩哦，两个人好在抢面前，鹅肠拌韭菜豆芽，好了，我们还有点麻辣。鸭血跟臭豆腐，还有桂竹笋哦，都嫩到穿孔了。你看，一波就打开来了。有人杨贵又多加了一个板条，其他的板条已经变素带面了。嗯，好吃好吃，拿煮不到。这个便当好了，这两袋啊。你看他生意这么好，光是打包了就这么恐怖。